那个下午大家知道下午有登记那个短讲嘛，好，那其中一个。那其拜拜 JP。好，那其中有一个短讲的题目就是那个基础松的一些现况哈。那基础松是在2年前的时候办了一次，那主要是要做社群基础建设，包括说怎么样人找坑找人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 hackpad 啊，或者是 hackfolder 的一些东西，让大家平常在交流起来和协作起来会比较顺畅的一些东西。那2年前办了一次之后就停止了2年，然后最近又连办了3次，所以就是稍微有点突飞猛进。譬如说早上大家看到这个 search GDB 就是在这边阿端发起，然后就有好多人响应去把这个搜寻的功能做出来。好，那我在基础松里面就是有稍微规划一下，就是做 Project Hub 这个东西哦，所以它现在的状况在那个Project Hub 就是要让 人找坑找人比较容易一点，所以它现在的一个入口是 Awesome G0D 在 G0D Repo 里面，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Master List 列出到底有哪些专案，然后在每一个专案里面呢会有一个 G0D 的 JSON 档，有一些 Metadata， 那有一些元件去帮忙大家编辑这个 Metadata， 然后呢还有一些元件再把这些汇集起来，让大家可以显示可以呈现，所以基本上大概架构会把它拆开来变成不同的小元件去组成起来，那所以这个在 Hackpad 上面叫做 Project Hub Redux。果然第一个就是太好了，名字取得好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边有现在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进展跟进度哦。那所以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，Kirby 跟我都可以来找我们一起做。好，那所以应该就补充到这边。好，那就。好的，所以呢。